些银行对小白跟自由业比较友善。那如果您问这个问题的话，我可以跟您讲，比较友善的基本上就是那个上海银行。上海银行它有一张这个顶好超市联名卡，它虽然说现在的回馈很就是不怎么样，好，因为它早期推出来说它的回馈率是0.5%现金回馈，好，那其实在10年前的市场是非常厉害的哦。好，那如果您是小白的部分，我建议您可以先从这张卡片着手，因为我也是，它也是我脱白的第二张卡片，所以上海商银它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银行，不过呢，您可以就是考虑从这方面去着手哦，对。